大家好，然后很开心这样子，老板在前面鼓励。那今天有请到，要不要亲自谢谢我们长官的脸，让我们看见有机会让你解锁在大屏幕上。对，这是今天一个很重要的日子嘛，然后谢谢富邦集团这么多年，然后把球队的雇佣好，然后又可以在大巨蛋投球，真的谢谢老师。好可爱的事哦，相信我，有了有我在，有了市场在，收到了收到了，谢谢董事长。再来，我们一起回顾市场今晚非常非常好的好表现，投了8.1局，用了99球，投出8天，只被掉出1支安打。最后，大家有看到他有带着一点可惜的眼泪离场，再次掌声送给他好吗？下次跑回来。现在聊一下，就在刚刚，其实也没多久，当时在我们先谈到被打出第一支安打前，自己知不知道自己有这个机会在持续进行中？那心态是怎么调的，让自己保持平常心？其实说不知道也是不可能，就是其实投到中间的时候都知道有这个记录这样子，然后其实就是也尽量不要去多想，就是继续跟捕手做我们可能赛前所说的策略这样子，还可以继续投下去的。掌声送给四头。那想问一个问题，其实这场比赛，相信在我们巨蛋球场里面投球比赛，包含刚刚李翔要在会场的时候，听到所有人对你的欢呼，想问你今天有没有什么送给我们全场，一起为你全心全意，包含这个团结的三振，每一个拿到出局数为你欢呼加油的球迷朋友，有什么话送给大家？很谢谢今天这三天有进场的球迷这样，然后球员在球场上都能听到你们的声音，然后也是我们继续前进的动力。谢谢，掌声送给世鹏。好，刚刚也提到了，每一次主场都基本上好，连续三次四次拿到主场的 MVP， 四次嘛，那有没有什么话要送给今天也陪同你的家人？我相信除了另一半，还有亮仔，还有阿公嘛。那所有的家人对你一路上支持，有什么话在今天一起送给他们吗？很谢谢我的家人，基本上不止阿公，其实爸爸妈妈几乎每场比赛都会来到球场帮我加油，然后也谢谢我老婆，就是在我顺遂或是不顺遂的时候一直陪伴着我，然后也谢谢我的岳父岳母，然后帮把亮仔也照顾得那么好，这样子谢谢。掌声送给世鹏。接下来我们今天有一首歌，我相信很适合世鹏，邀请你们前面摆好正队形好吗？我们最强，今晚陈世鹏。